来，你看这一坨是什么？这是什么呀？你记不记得我们刚录的时候，你有一天在跟我说你的那个戒指啊，不是有一个戒指好像有点坏了。你看，你又该给我买对了，戒指断了。看到了，看到了，我给你买。哇，哇，戒指，黑珍珠，比较有特点。黑珍珠，应该是最好的。你试一下，戴得上吗？戴得上，刚合适。我试了一下你的手。真的是儿子有心呐、真的是我都不知道怎么表达，我表达不来了。过节嘛，或者是我过生日的时候嘛，因为杨迪都很忙哈、都没有在身边。这次他还给我买了一个黑珍珠，我真的挺开心的，很感动。哎呀，好好呀。